或者是楼梯口。头上打扮简单的人，内心其实一点都不简单的吧。那这个就是典型的 streetwear kaki 啦。现在最潮的 style 呢，一定会在身上出现的吧。那潮人是没有温度的吧。爷爷妈妈整天给我们讲心静自然凉。喇喇吼为我们演绎四种女生讨厌的喇喇穿搭。在开始之前，我先跟你讲为什么喇喇吼会被人家叫做喇喇吼。那其实他很可怜的，因为他本性其实不坏，只是常做以下几个行为，所以才被归类成喇喇的。看准了 streetwear band 的 jacket， 我查一查价钱，我才知道这个东西竟然要4000块。在我很 down 的时候，看到我脚下踩着这个 bumper， 这个 moment 我就好像便秘了3天，突然间要通了的感觉。喇喇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了，我没有便秘之形容词，我敢肯定这就是传说中的 kick 来了。那既然买不起，我决定自己做咯。打金。第二，我拍照呢能做。我从来不站的，我硬硬也会找个东西坐上去。那坐也是有学问的吧，坐就要学会七字腿。那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海底有个人要把你拉下船，你要把他踢高走，不管你的屁股是什么 cup 都好，尽量往外坐。那这样子你的腿呢才可以在镜头前面达到无限延伸的效果。哎呦，看到没有，看到没有。